哈喽的大嘎猴，前方为何又鸡飞狗跳？原来是你的大寿哥驾到了，驾到又来给大家发视频了哦。上来我就先要吐槽各位一下，天天说看我野战视频无聊啊，要我去打排位，结果我打了你又不爱看啊，要我改变视频风格啊，结果我又改变了几期啊，又不爱看，搞来搞去还是原来的风格受欢迎啊，我叉叉哦你们呀，害得我最近的几期视频花了我那么多的时间，啊、白做了都。那么前段时间呢，我发了个视频说 CF 的9A91烈火啊，点击就有手就行，然后又有水友跳出来说，哎，这个枪好像用个锤击，哎，你就记得打野战，你有本事你去拿这个枪打打排位看看。哎，其实上期的视频呢，我已经把这个9A91的优势说得很明显了，这么无赖的枪，无脑按左键就可以了，那打排位的话还不更简单吗？其实排位5V5按道理来讲是比打野战8V8要简单的，因为这个枪嘛，它的劣势啊就是子弹少，在面对多名敌人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吃瘪的啊。不过9A91的优点就是射速快，准心回弹快，后坐力小，枪又轻，换弹又快，而且伤害的话只比 M4 小那么一丢丢啊，已经算是综合属性最好的枪械了，你跑起来突突就完事了。那么有的时候玩游戏选枪械呢，跟咱们选女朋友是一样一样的。哎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她又漂亮又温柔，又有钱又有内涵，什么优点都占足了啊！只不过有一样缺点，你难道还想去贪个十全十美吗？啊，对吧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9A91烈火目前在 CF 里面绝对是非常容易上手的神器了。如果你是看我视频才刚回归 CF 的玩家，那么我强烈给你推荐这把枪，什么都不要想，拿起它边跑边突突就完事了啊！只要你的瞄准能力够好，随便杀杀啦。然而我也知道大家心里面那点小心思，就跟一个婚后的男人一样，经常对自己的老婆说，哎，我看到你就烦，我看到你就烦，还整天对着你，早就看腻了啊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还是对自己的老婆很有感情的啊，所以说我们还是坚持原有风格就好了。那么我呢，哎，也继续给大家做 CF 的枪械视频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在混日子养老的同时呢，也能留下来一点东西嘛，嘿嘿。这把枪好用到什么程度，自然也不用再多去重复了啊！大家看到我甩着性感臀部，顶着胸前两对啊，然后跟打鸡血似的到处找人杀，随随便便就压威武了。这把更是过分啊，中路直接开局就顶了上来，点点点点点点，直接点掉一个，然后马上躲进小道换好子弹，提前枪就杀了出来。我是摁住左键不松手啊！我打游戏有多激动，大家是不知道啊！我长时间用我的鼠标，左键都会有一个透明色的小圈圈。一阳指知道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打 CF 用 9A91 啊 1V5 啊这种类型的枪械的时候，我都会非常大力的去按鼠标的左键啊，打不了一会儿我的手指头就肿了啊，又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四连杀。那么再来看这把，我依旧故技重施啊，依旧甩着我性感臀部，顶着胸前两对，直接开局就顶中路啊，一个雷炸45度下之后冲上来，一顿乱扫，按爆左键不松手啊，今天不是我的手指断就是鼠标线烂啊，你看冲上来糊里糊涂的又一个四连杀，这个枪真是太赖皮了，根本不需要任何技术可言啊，按住就完事了啊，你不把鼠标按爆了就算这个枪你白玩了啊。你看这边又啊轻轻松松就杀了20个人头了啊，这中路又顶啊，又20杀了啊，然后跟窗口对狙啊，点扫结合啊，我真是太帅了啊，我技术真是太好了啊，你看这边 A 包里又冲上来了啊，然后打两枪啊，换一下子弹啊，然后冲出来又把他穿杀了啊，然后甩性感臀部拿出来直接又一个扫射，又22杀啊， so easy， 这个枪有什么难的，你说啊，那不就是有手就行啊啊。如果你还在因为玩 CF 打不死人而发愁，那就赶紧用 9A91 烈火吧啊，用它就能获得高手体验卡，瞬间就能感觉自己变厉害了。好了，那么9A91这把枪呢，咱们就聊到这吧。那么我最近呢，也是为了感谢大家这个长期的支持啊，搞了点小礼品来送给大家，就是说啊，我搞了点穿越火线的科尔特大黄蜂和 AK103甜心的这个 CDK 来送给大家啊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，自己去官网兑换一下就可以了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兑换的。CDK 码呢是 CFBBTOP 啊。大家多多关注我啊，后续可能会有更好的这种枪的 CDK 啊给大家发啊。
那么该说不说，该唠不唠啊，到了视频的结尾，当然要提醒大家一句，如果大家平常有需要 CF 的日常任务活动代打代做代领的要求，可以加视频左下角我们的微信禽兽居123联系我们代打代做代领。另外全区大量收 CF 点啊，有想卖 CF 点想买 CF 点的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，想低价买英雄级武器的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。还有这个排位代打上分啊，马上新赛季了啊，星神觉醒啊，黑武士觉醒啊，大刷挑战啊，等等等等 CF 业务应有尽有啊，有需要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联系我们哦。好了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带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大家拜拜。Don't interrupt me.